备 ，Go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下面请大家欣赏歌舞表演《路灯下的一群人》。表演者：蘑菇屋的一群人们。开始。走。自动焦点，手动。哎，你有没得擦灯？擦灯再来擦灯，走。哦，这个。别拉。漂亮，走，你挡我的视线了。哇塞，这都能搓在一起啊，搓麻将啊，哥，漂亮。在那一盏路灯的下面，咱俩的位置太对了。有一个小女孩叫张帅，镜头那边有个镜头，镜头，看镜头。围圈，围圈，围圈，站一排，一排，一排，准备谢幕。走，上面的观众你们好，福建的观众们你们好，山顶的观众你们好，湖南的朋友们大家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安定，谢谢，哇，啊，太逗了，太逗了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后面的观众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呀，谢谢。